随他。嗯，给我闪开！结合你诉说的症状，我们认为呢，你是阿尔茨海默病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会失去生活能力，照顾不了你，也照顾不了我自己。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。其实我也没准备好。你去哪儿？这是你家，这不是我家。我还会好起来吗？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。我女儿不是小偷。跟我说一句亲亲，我要把你绑起来。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。你怎么样都爱你。妈妈，真像我妈妈。